大家好，我是驸马车。今天继续菜品培训啊，培松露干烧素菌。我们的材料有，这个是白玉菇、香菇，还有杏鲍菇，这个是甜绿豆、菜椒，还有蒜粒啊，酱料还有培松露酱。哎哎哎，阿达，帮我拿一只烧鸡过来。你要的烧鸡啊，你给我这个烧鸡啊，我要一只烧鸡、哦、一只烧鸡，那个一本烧鸡一瓶，我去，来来来，他就在这里。哎，我都腿穿肠90多，两血都吐出来了。对，这个就是一本烧鸡啊，不要太多，我们准备的酱料就这样啊。好，开始猛锅烧油。去把它搅一下，这个油就不会爆啊。七成油啊，来烧到这个油没有什么大的泡了，开始差不多冒烟了，油温就代表七成啊，够了，放炸煎。好了，不要太过了。太过的话就干了，不脆了里面了。烧水，两勺盐，一勺半白糖。OK， 把那个绿豆还有炸鸡一起烧水，先杯水，这是为了放盐味，让它有点底味，倒出来。那个油去掉，重新洗锅，烧鸡，然后这是条件，味粉、鸡粉一点点，白糖一点点，好，过了，麻油啊，好，够了，然后鸡猪油啊。好，先把那个蒜粒爆香了，把那个蒜香味爆出来。这个芡呢啊，要搅均匀。好，把它炒热。好，热马来芡够热了，关火啊。勾芡的时候要关火，要不然开着火呢，那个芡呢就放到锅里面就粘锅了。好，黑松露酱啊。好了，黑松露酱不要炒太久了，炒太久它就不香的了。OK， 黑松露酱最后放的啊。OK， 好，黑松露干烧素菌就 OK 了。拍个靓照啊，朋友圈先吃。好，韭菜。